夫人小姐，我一位朋友啊，比我更大方，更有佛心。你们要不要问问他要捐多少？好啊，当然了。哎，大侠客，他们想知道你要捐多少钱呀？哦，他说愿意捐5两。5两？啊，行。哎，不对不对，他说5两太少了，他愿意捐10两。啊，10两？这10两？哎，不对不对不对。20两，30两，40两，50两，60两，70两，他说愿意捐100两。什么？100两？呀，谢谢大侠。这狼哥，这是三狼客哎。哎呦，真的是三狼哥。三郎啊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就是啊，时候是邻居呀。啊，是啊是啊，是我们心仪已久的三郎哥耶。哎呦，三郎哥累坏了吧？哎，快拿点茶水和点心来呀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三郎啊，我们是远房亲戚，从小一块长大的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是啊，记得我。哎呀，我记得了，哎，我全都记得你了，你们都长大了啊！亲亲亲，也学会了，三郎哥。干嘛？三郎哥呀，不仅长得帅，气质也好，而且呀，还是个大善人。是啊，你一路过来捐款，这一路上可辛苦了。哎呀，三郎哥，你这么辛苦，不如这点小钱由我来替你捐吧。不行，三郎的钱由我来包。不行，三郎哥，你的钱包在我身上了。哎，是我身上来捐，三郎哥交到我身上了。喂，你念什么呢？喂，到底要搞什么鬼？我是不会上你当的。什么？你要逃婚啊？你要离家出走啊？你要向菩萨诚心忏悔啊？哎呀，你做了这么缺德又不知羞耻的事，菩萨怎么会保佑你呢？哈，是吧？是吧？嗯。我们来做个协议，今后不要再戏弄对方了，好不好？是你先戏弄我的，我这是一报还一报。那现在我们扯平了，今后和睦相处啊。好吧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身为一个大侠，就不跟你这个小女子计较了。一言为定哦。我找个人帮你解签啊！喂，你要搞什么鬼？哎，我们已经停战了吗？啊，谅你也不敢。哎，老人家，麻烦你啊，帮这位姑娘解个签。好。哦，第100签呢？哎，不对，我抽的是第1签呢，被他给换掉了。给我！哎，你真的相信我啊？他是第100签，真的是他抽的。你还敢说？我就知道你会整我，所以我才过来看看的。结果真被你换掉了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呢，自己倒霉，为什么非要装作抽到第1签呢？啊？哎呀，我明明是第1签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二位不要吵了，听本居士一句话啊，百般尽随缘，错有错着，哎，这就是缘分啊。这第100签，现在是小姐的了。啊！哼！而小姐这第100签，
瞻艳古人，唐明皇击鼓催花。这签文是：百花竞放贺阳春，万物从今尽转新。莫数莫言穷运至，不知否极泰来贫。那是好还是不好啊？这第一百签乃是尾数第一呀，天运循环，无往而不复，这万象维新，渐进佳境啊。嘿嘿，小姐，您红光满面，只要一鼓作气，意志坚定，就是花儿也会被你感动的。百花竞放啊，此签乃是上签呐。真的？哎，老人家，这第一百签本来是我抽的，这好应该算我的，不算他的吧？什么？你呀？哎呦，阴霾盖顶，心不足，力也不足。这第一百签对你而言，那是树木到此则为尽头，人运到此则为穷极矣。嘿，此乃下下之签呐。什么？而且你倒霉透顶，穷极无路，这能否熬过，转化在人，若能否极泰来，转祸为福，这也是可喜可贺呀。哈哈，哎呀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呢。我才没那么迷信呢，好运由我不由天，好运坏运呢由我自己决定。我也只是玩玩而已呀，不会当真的，我一定会相信人定胜天。哎呀，二位说的对。什么？其实啊，卜卦算命也不可尽信，做人呢还是要靠自己，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是啊。哎，你既然告诉我们不要相信，那你为什么帮人家解签呀？你实在太过分了。其实啊，我也只是混口饭吃而已呀。啊，混饭吃啊？那你这样让他欢喜让我忧，不是在骗人吗？不要理他，我们走了。好。喂，信不信没关系，这钱还是要给的。什么？还要付钱呢？好了好了，给他好了。多少钱呀？一文钱呢，我给你。不，一两。你给一两银子啊。你这回真是啊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哎，你呀，要给一两金子啊。有人五十步笑百步啊。哎，为什么他只给一两银子，我却要给一两金子呢？哎，因为一看小姐您就知道是万金小姐，她是个千金少爷，所以价钱就不同啦。都是你不好，非要到这儿来被人家骗。哎，我说要回去的，是你自己说要到这儿来玩的。我说要来就来，我说要你去死，你去不去死？哎，你这个人真是无理取闹啊！是你这个人做人没有立场，都怪你，是你不好。你不对我好，我干嘛要对你好啊？就是你不好，你不好，你不好，是老头不好，是老头不好。银子给你。真是五百年前缘注定，不是冤家不聚头啊！哎，本居士有时候也是蛮准的啊。大娘，我回来了。怎么样，玩得高兴吗？还可以吧。哇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烧了这么多菜。哎，不多弄点菜，怎么能够三个人吃啊？啊，三个人？啊？啊，大娘，看来你对狄三郎还挺好的嘛。我不是对他好，而是对你好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三郎啊，一定被你戏弄了一整天了。我今天呢，让他好好的吃一顿，帮他呀消消气儿。哎，还偷吃？快去把三郎叫进来吃饭呢。我才不要去叫，要叫你去叫。哎，你不去我去，你把菜端过去好吧？哦。哎呦，哼，这丫头。
秦三郎，想吃好吃的，我就好好的招待招待你。喂，你就算不顾着你的大侠风范，也该尊重一下我们吧。嗯，哎，三郎，就像在家里一样，随便吃，别客气啊。谢谢大娘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是啊，尤其是这道菜是大娘特意为你做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品尝啊，千万不要浪费了啊。嗯嗯，吃，嗯吃啊，好菜啊。嗯，好吃好吃，嗯，好吃啊，嗯嗯嗯，好吃，嗯嗯。啊啊啊！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水，啊水！大娘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这菜怎么这么辣呀？哎呦，这么辣你也吃得下去？哎呦，我从小就喜欢吃辣椒。来，可以说辣椒啊就是主食，我娘啊就是用辣椒从小把我养大的。哎呀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青青啊，你干什么去了呀？一看呢就是辣得受不了了，半个头啊都栽到水缸里去了，说不定啊连半缸的水都喝光了。来啊，再吃点啊。大人，何捕头不用多言，铁围玉的命案实在是非同小可呀。还属下知道。那么你可知道铁大将军更是惹不起呀，所以本官已经决定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少做少错，不做不错。我跟你再说一遍，本官昨天已经离任，所以在任期间并没有命案发生。这件案子应该由新来的知县负责。哎呀，来来来来，记住，这官印是我昨天就交给你的。哎，这麻烦你连同案子转交给新来的县官办理吧。不，我哎，你不用说，你不用说，本官与何捕头共事多年，对何捕头的为人非常的清楚啊。何捕头尽忠职守，保境安民，我一直心里有数，所以何捕头一定不会负我所望，拿着官印等着新任的县官上任吧。大人，马车已经备好了，可以上路了。哎，行行行行。不是，这有机会我再找你喝茶聊天吧，后会有期。这糊涂县官比我还精，不负责任，溜得倒快。我呸！东东，过来端面了。哦，那个桌子，小心别烫着。来喽。哎，真懂事。您的面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谢谢。哎，这个有什么面吗？先坐。你是坏人。喂，
是男人。来，你的面来了。爹，他是坏人，怎么还没死啊？东东，别乱说。对不起啊，小孩子不懂事，别见怪。哎，没关系的。东东，走。今天生意难做，我们不干了，来收摊回家。好，快走。该办的事儿吧。是。封锁客栈，把所有客人带出来审问。官爷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巡捕营在此公干，违令者杀无赦。进去给我搜。是。你跟凶案什么关系？快说。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没有关系啊。那个杀了人的女人，跑到哪儿去了？我不知道。楼上住的人，快押下来，行动要快。是。你过来，把你知道的一禀告雷参将。雷参将，说来话长，事情就是什么呀？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，请参将。快走！你们干什么？快点！别碰我！快点！快走吧你！少废话！快点过去！禀告雷参将，我们在楼上抓住一个娘们儿，她一直鬼鬼祟祟的躲在房里不肯出来，行迹十分可疑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在房间里干什么？名字？我认识的人很多，他们是通运钱庄贾老板、西江米商夏公子、梅东知府林大人。还有关州陈员外，所有的人都来捧我的场。你们到底想知道哪一个人的名字啊？抓走。是。好，走了。你们为什么要抓我？为什么要抓我？你认识那么多人，我怀疑你跟胡椒是一路货色，甚至是同党。带回去好好拷问。是。走。走。走。你们不要抓我。不要抓我。走。别留着啊。哎，叶老板，走！叶老板，叶老板，好啊！你什么人？雷参将，他就是这里的捕头何守义，就是他，总是碍手碍脚的。嗯。我要带他走。你凭什么？我雷豹要人，你管不着。我是地方的捕头，就算你在这里犯了事儿，我也能管。嗯，你如此袒护这名女子，莫非你和她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秉公办事。好，我看你如何秉公办事。都是吃皇粮的，有话好好说，又何必动武呢？什么热闹都不知道，我看轿子里是谁呀？爹，这个姑姑啊，一定是好人。这你都不认识好人？这个世道啊，好人不少，坏人也不少。嗯，东东，赶
快收拾东西回家吧，啊。哦。属下见过谷夫人。阁下一定是何守义何捕头了。正是。谷大老爷在衙门等候夫人，令属下前来迎接夫人。有劳何捕头了。姓何的，你办你的案，我抓我的人，我家公子的遗体一定要运回京师。敢问这位将官尊姓大名？巡捕营参将雷豹。请恕小妇人无知，敢问参将是几品官？是从五品。是从五品。曾记得我在兵部尚书府内跟八王妃和尚书夫人一起打麻将。谷夫人，你想用他们的名字来压我吗？不敢，我只是认为五品官也应该认识他们而已。哎，老板，哎呦，老板，没事吧？刚才听二位讲，这里好像发生了人命案。虽然我并不了解事情的始末，但是有一点常识的人也应该知道，打草惊蛇既不能抓到凶手，反而会把凶手吓跑。何捕头，这个道理想必你也应该明白吧？属下明白。何捕头，现在需要找到证据，抓到真正的凶手，不能让凶手逃之夭夭，否则就更加难向县老爷交代了。夫人说的对。东东，别玩了啊！哎，东东。小鬼，你想找死吗？不许欺负小孩子！算你走运！哎呦！哎，小弟弟，你没事吧？你的弹珠。谢谢姑姑，你的声音可真好听啊！没事吧？没事。走，回家啊。去扶危镖局，捉拿犯人胡椒第三郎。是。恭送夫人。是哪家皇亲贵胄的公子被害，弄得如此兴师动众？哦，是铁大将军家的二公子铁维玉被人杀了。你今天也累了，早点回去吧，洗个澡，换换衣服，早点睡吧，明天早上再来吧。啊，
哎，别睡了。你什么人？为什么跟着我？我是福伯。哎呀，福伯，对不起啊！哎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怕被人看见。来，快来！哎呀，三郎啊，我知道你回来，你回镖局这是必经之路啊，害怕被人知道，所以我就穿成这样在这里等你。哎呀，我一不犯法，二没什么仇家，怎么会有危险呢？胡椒啊，杀人逃走了，整个衙门都以为和你有关，到处抓你。我的胡椒啊！什么你的胡椒？害你害的还不够啊！哎呀！我去跟这个何不得说个清楚，我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想也别想啊！将军府来了一个什么雷参将啊，蛮不讲理的，已经带人到镖局搜查，你回去准备人抓呀！哎呀，那我岂不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了？难道身为一个大侠，总是要浪迹天涯吗？什么浪迹天涯？你在后山不是有一间老屋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幸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啊！你呀，最好到那里躲上十天八天再说吧。这次我冒险通风报信了，已经情之已尽了。嗯，如果被人发现我跟你在一起啊，那我准完了。我的客栈也保不住了。你记住，小心点。好。哎呦，父王，你没事吧？啊？不，没事。有没有人看见？没有。那我走了。啊。小心点啊！没事。小心点啊！站住！哎，匆匆忙忙的赶着去哪儿？哎呀，我要是不急着赶回去的话，我家的那个黄脸婆，哎，要骂人了。你呀，今天晚上到处在抓人，我看你呀，还是早点回去吧。啊，是，谢谢啊。走吧。我就让你在里面，你给我出来，在哪里啊？啊，相公，相公，别叫我相公，谁是你相公？那不然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？你浑身涂着香粉味儿，我隔了好远，鼻子就闻得很痒的。啊！喂，怎么几年不见，你们家越来越穷了？啊？哎，你看啊。
这米缸里啊，一点米都没有，更别说什么山珍海味喽。我平常都住在镖局里面，这里哪会有米啊？你以为这里是云来客栈啊？随时都有山珍海味。哎，我发现呢，你生气的时候好有男人味儿啊，我喜欢。哼，你当初不是很神气的走了吗？干嘛又回来啊？你不是说你一直想让我回来吗？我可没有。你有的，哈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杀人了？没有啊。当初你逃婚害我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，现在你杀人又回来连累我啊？啊？真的没有，没有吗？你还想骗我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如果不把你赶出去的话，太对不起我自己了。注意！喂，我在这里就认识你一个人，难道你见死不救吗？我不去报官，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。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哎，我真的是清白无辜的吗？跟个男人到客栈去开房间，还敢说自己是清白无辜的？出去！我只是不想挨穷，不想吃苦嘛。我只是想嫁一个有钱的人呢。他说他可以给我买金银珠宝，可以给我买新房子。可谁知道遇人不淑，让他灌醉了吗？人家说你就相信啊？人头猪脑，那谁知道啊？后来我醒了，哎，一看他死在那儿了，我心一慌就跑了嘛。哼，我又没有害过人，为什么碰到这种倒霉的事儿嘛？你看，脂粉都糊了，我可不可以洗个澡啊？哎哎哎，你干嘛？我这儿可没有女人衣服可以供你换洗的啊！我去睡觉好了。哎哎，你干嘛你？哎哎哎，你干嘛你？你干嘛你？干嘛你？我睡觉了。想得美啊你！走走走走。哎，这么晚了，你就忍心让我一个人在外面露宿街头啊？哎，那不关我的事儿，走走走。哎呦，就一个晚上，一个晚上，好不好？求你了，嗯。哎呀，这是我的床啊，你要睡呢就睡在地上，记着明天一早就走。天下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，喜欢你的时候当你是宝，不喜欢的时候当你是草。大娘，大娘，去哪儿了？小姐，我上山采药，也疗脚伤，叫三郎带你去玩，费大娘留字。哈，这写的什么字嘛？还说自己是博学渊才，真是吹牛啊！哎，采药的采写成彩云的彩。哎，治疗写成野疗啊，治字少一点儿，聊字又写成聊天的聊了。哪里去了？给我出来！哼，这个该死的狄三郎，以为他自己不露面就不用干活了，想白拿钱呀？别让我看见他，不然啊，又套数的。未来天下第一剑，怎么可以干出偷香窃玉的勾当呢？
正也没人看见，摸一下也没关系啊。既然摸一下没关系，那亲一下也应该没关系啊。啊去！啊！我要你睡在地上，你干嘛上床来啊？你不知道啊，那地上啊又冷又硬的，不像你的床啊，让我睡得又舒服又暖和。哼，你不是嫌我穷吗？你不是说我不能让你吃得饱睡得暖吗？喂，你那么大声跟我说话干嘛吗？我不仅要大声说话，我还要大声骂你呢。你说只睡一个晚上，现在已经天亮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哎，你真的舍得我走吗？你真的舍得我死吗？我才不上当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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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既然讨厌我，我走了。哼，你走了就不要回来。哼！明明知道我心软，怎么不多求我一声呢？我肯定不会让你走的。我不是叫你不要回来吗？你回来干什么呀？我也不想回来呀。是不能出去啊！不信呢，你到外面去看看呢。快来，你看，那啊！哎呀，这边还有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快把它撕下来呀！你看看，都是你害的！现在不管你不能出去，我也出不去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从此以后，我们被困在屋子里面，再也没有办法脱身了。那也好啊，我们可以啊，悠哉悠哉的在这儿过日子，谁也找不到我们。哎，你，快来，你看。撕下来呀！哎呀，你看看，都是你害的！现在不管你不能出去，我也出不去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从此以后，我们被困在屋子里面，再也没有办法脱身了。我们可以啊，悠哉悠哉的在这儿过日子，谁也找不到我们。哎，你，爹，爹，这是捕快叔叔给我的，上面写的三，画的是不是老三啊？我早就看到了。男的是狄三郎，女的就是你说的那个坏女人胡娇。那上面写个十，又写个五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悬赏通缉杀人犯狄三郎，见者报官捉拿，死的赏50两，活的赏100两。为什么要抓老三呢？啊。衙门里的人呢，怀疑胡娇杀了人，狄三郎跟他认识，也有嫌疑，所以怀疑他们是一伙的。为什么？这个我也不大清楚。不过既然他们是通缉狄三郎，那证明狄三郎还没有找到。那他一定是躲起来了。那当然了，他要是跑出来，不早就被官府抓到了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在老屋，那地方只有我知道。哎，东东，嗯，你干什么去？我找点吃的给老三送去。儿子，
万一你被官差发现了，也会被抓进去的。你不害怕吗？咱不去啊。爹，老三在老屋会饿死的。来，过来。你看，爹已经准备好了，爹替你去给老三送吃的东西，好不好？真的。谢谢爹，爹是天下第一大好人。真会说话。哎，不过呀，你要老实在家待着，不准乱跑。爹，你要替我好好照顾老三啊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哎，东东，你得告诉我老屋在什么地方，爹没去过。哎呀，我真糊涂，到了西山一直往前走，再往右走，再往左走，再往上走，再往下走。好了，就到了啊。那爹走了。爹再见。哇，肚子好饿呀。为什么你们家什么吃的都没有吗？恐怕连耗子都饿死了。等你饿死了，耗子就有东西吃了。喝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耗子可以吃你啊。哇，你不要吓唬我。喂，你心肠怎么这么恶毒啊？喂，会不会是官差呀？一定是你跑去报官，让他们来抓我，你好领赏金。我从昨天晚上陪你到现在，我哪有时间去报官啊？我才不像你呢，忘恩负义。那又会是谁呢？爹，开门，开门！快点开门啊！胆小鬼！什么人啊？是我，王为人。哎呀，原来是自己人呐！哼，怕什么？哎，王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请进啊！是东东让我给你送点吃的东西啊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他呢叫胡娇，他是我妻子。不，虽然进了门，但是还没有过门，所以应该不算是妻子。你知道？我知道他是胡娇就行啊。好，来，快点吃吧。哇，哎，大哥啊，今天你没有做生意吗？这牛肉不够香，也不够味儿，真不明白你生意怎么还那么好。三郎，我不管过去你跟他什么关系，可现在你们俩被官府通缉，你再跟他扯在一起，那是要出事的。哎，这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如果你让官府发现，那肯定是连你一块抓，那你不就完了吗？哎，这个我也知道。啊，到时候官府肯定会认为你和他是同谋。到那时候，你就是有理也说不清。这些我都知道，可我是无辜的呀！哎呀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我总不能一辈子被关在这里吧？我现在就需要何捕头说个明白。哎呀，就算何捕头能相信你，可你别忘了，还有一个从京城来的狗腿的雷豹呢，那个人可不好对付。啊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万一你落在他们手里，那你肯定是越描越黑，更难洗脱嫌疑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啊，我知道了。胡娇，你说你是清白无辜的，对吧？既然你没杀人，那就不怕被抓，就算是被抓也不会有事的，对不对？既然这样的话，你还吃什么东西啊？还不赶快去投案自首，免得害人害己啊！来，出去啊！别怪我绝情啊！这里呢有两锭银子给你作为路费，另外呢还有一顶帽子给你戴着，免得着凉了啊！再见，好，再见，多保重。哎，我做的好吗？李三郎，没想到你这么无情无义啊！啊，可是你，我叫你把他赶出去了吗？可是你刚才你呀，万一他出去了让雷豹抓住了，他还有命吗？不叫，完了，他走了，他跑得太快了，这该怎么办呢？还不快点把他追回来啊？哦，对，胡椒，真是笨蛋。燕老板他，只是受了点惊吓，身体有点虚弱而已。他的老毛病又发作了，何捕头，你不用担心啊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只要注意点休息，好好补养，自然药到病除了。啊，谢谢啊。一会儿啊，我派人呐，到你药店去拿药。记住啊，
一定要拿上等的好药啊！一定一定，告辞了。拜托拜托啊！何捕头啊，燕老板，请你进去呢。啊，真的？好好，你慢走啊，慢走啊。燕老板还是头一次让我进他的房间，我又可以跨进一步了。燕老板，我是何守义啊，我进来了啊。燕老板虽说不是千金万户，但总算有点家当，怎么会屋里空荡荡的，连窗户也关着？芬芳体弱多病，不惯吹风，所以把窗关了，放下布幔。何捕头不要见怪啊！啊啊，不不不，燕老板，你要多注意身体，别着凉才是啊！啊，何捕头一直为芬芳费心，实在感激不尽。何止费心，简直是清心。何捕头啊，叶老板有何吩咐？这次的医药费一定不便宜吧？这个，请帮我打开梳妆台左边的抽屉，在首饰盒内挑一件雕花玉簪，拿去变卖，足够应付了。是的，是的。何捕头小心，不要碰到那些古董和瓷器。房里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可是玉兴泰的李公子、景龙号的刘老板，还有陈知府、黄员外，他们还不停地送礼物过来，什么唐三彩呀、玉如玉呀，还有些绫罗绸缎，堆在屋子里到处都是，房屋凌乱，请何捕头不要见怪啊。燕老板又神志不清了。燕老板，这何捕头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等哪天等到我的真命天子来迎娶我，一定叫他好好答谢你。好了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要休息了。哎，多情自古空余恨呐。哇，真的没穿衣服啊，一大清早就发生这么多事情。哎，如果胡椒真的是杀人凶手呢，那狄三郎会不会是帮凶呢？嗯，反正我是惨了，发生命案以后呢，一般客人都吓跑了。哎，对了，为什么雷豹跟何捕头为了燕芬芳打起来呢？为了什么呢？这五十两银票你拿去，你说我听。你问对人了啊！当时啊，何捕头啊，为保护燕老板，和雷豹打起来，连过三招啊，哇哇哇，连过三招。三招之后呢，何捕头啊，要不要打包点东西回去吃？哎呀，今天就免了吧。啊，此恨绵绵无绝期啊。嗯，你说什么？哎，什么无绝期啊？哎，何捕头，狄三郎逃婚的妻子胡椒为什么要杀人啊？你真的要抓狄三郎吗？哎呀，小姑娘，我跟你说呀，我叫关青青，你叫我青青好了。啊，青青小姐，我希望你呢玩得开心一些，别的事啊就别管了啊。狄三郎是我的保镖，我有权管他的事情。况且他昨天晚上回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，我想知道他在哪里。哦，狄三郎找的新活就是给你当保镖啊？你总该不会怀疑是我把狄三郎藏起来了吧？你也没这个必要骗我。何捕头啊，仵作已经准备就绪，就等您一同回去验尸。好，走。哎，青青姑娘，如果有机会见到狄三郎的话，跟他说一声，永远躲着也不行啊，让他到衙门里面投案吧。我也希望见到他。走走。哎，我跟您说呀，福伯，狄三郎到底躲到什么地方了？何捕头都找不到啊！何捕头都找不到，我怎么找得到？哎，算了，我今天呢只剩这一百两银子了，说吧。银子固然重要，
但是道义更加重要，我一定不会出卖三郎的。狄三郎是我的镖师，你告诉我，我怎么会出卖他呢？那我怎么能相信你？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领赏啊？我不会说的。我是那种人吗？为了50两100两？香啊。好啊，你不告诉我，我就不信我自己找不到。但是我这还有，狄三郎。胡椒，这回还不抓到你？什么胡椒啊？你什么人？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是女人啊，来镖局当然是脱镖了。这间镖局被查封了，到别处去吧。我当然知道这家镖局被查封了，我还知道你们要抓这里的总镖头狄三郎，对不对？嗯，没你的事啊，放聪明点，赶快离开。你们可以赶我走，不过总不会赶他走吧？啊！你们都退下。好吧，你可以问三个问题，问完就走啊。100两只可以问三个问题啊？是，第一个问题问完了啊。刚才那个也算一个问题啊？是，第二个问题问完了。那个凶手是谁呀？是女人。三个问题都问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哎，喂，我第三个问题还没有问完，你们就回答了，这样太不公平了。什么公平不公平的？不服气可以再拿100两来，再问三个问题。对，有钱有问题，没钱就没问题。本小姐偏偏有的就是钱。怎么啦？没银票了吗？如果你要是有钱的话，你可以回家拿，我们可以等。好，你们在这等着，我马上回来。好热呀！哎呦，这是条什么破路吗？东南西北都不分。走都走不完。喂，死太阳坏太阳，我长得美，你也不用老跟着我嘛，你知道吗？你都快把我晒黑了。叫。耶！这儿去。一个，货真价实西洋货。哇，这么便宜啊！哎，来一个。这个也是啊。都是好东西，真正的香料啊。小姐，来一个吧。啊，到了，下车。哎，好不容易才出城，你又把我拉回城里啊？呸！哎，卖香盒了，1两银子1个。老板，我要这盒。好，这盒我要了。喂，这盒是我的。
东西在我手里，怎么会是你的呢？啊，想去人家买香粉，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带钱呢。哎呀，别的没有，我记得就是有钱。老板，不要收他的，我会出双倍的价钱，不，三倍，哦，四倍，不，十倍的价钱买你的香粉。小姐，我一定卖给你，一定卖给你。我没带钱，不过我可以回去拿。哈哈，你没带钱吗？那谁也帮不了你喽。不过呢，我看你不是没带钱，你是没钱。没钱就不要在这儿冲阔吹牛。哎呀，没钱来干什么呀？老板，收钱。好，好，谢了。哼，山水有相逢，小心点，不要让我再碰见。这个不男不女的家伙，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。大美人胡椒怎么又变成不男不女的了？扮成这样就能跑得掉吗？跟我回去！救命啊！费里啊！大妈！救命啊！这是什么事儿？告诉大人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走走走！报警察！救命啊！哎呦！你就这么喜欢叫啊？就让你像小狗被拉着走，来吧！上次，我一说办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官府抓走了。哎呀，参将把全县城都翻遍了，也找不到呼救，嘿，我们却轻易的手到擒来了。哎呀，你小子说的也是啊，哎。不如我们干脆瞒着雷参将，把胡椒押回京师，直接交给铁将军，那岂不是大功一件吗？对呀，功劳我们来领，黑锅让雷参将去背。没你的事。走。啊！啊！啊！救命啊！啊！啊！别跑！快跑！阿九，别跑！跑！他追上来了！别跑！追上来了！别跑！别跑！快！快！快跑！要不是答应东东照顾你，我才不帮你呢！哼！出来吧，我不喜欢女人像跟屁虫一样跟在我屁股后面。哎，你还挺厉害的呀，后面也没长眼睛，你怎么知道有人跟着你啊？而且还是个女的。哦，原来是你啊。哦，这点就不行了，你还没猜出来是我呢。就凭你身上的脂粉味儿，不用问就知道是女人了。说吧，跟着我干什么？谁要跟你啊？你以为我闲着没事儿跟着你啊？那最好，我也不希望碰到你。
检验官，嗯，情况怎么样？该看的地方都看了，该做的程序也做了。嗯，那么致命伤是？初验结果，尸体眼睛睁大，嘴巴张开，牙齿咬破下唇，手掌微握，前额受创，皮损，有出血，伤痕微长2寸，阔5分，表面致命伤是失血过多，不过头骨并未破裂，死者年轻气壮，绝不会因此而丧命。那有什么方法证实死者是否有其他致命原因？有，我曾用皂角擦洗去尸体上的污垢，用水冲干净，再用皂素敷洗尸体，以纸蘸酒醋贴在尸体的头脸、胸肋、两乳、脐腹、两肋等要害部位，再用煮热的醋洗淋，然后以草席紧盖一个时辰，待尸体软透，再用水冲去皂醋进行检验。这样做，尸体看不见的伤痕和骨伤就会显现出来。结果可有其他伤痕？除了额角伤痕，尸体看不见伤损的痕迹。嗯，这么说，额角的伤痕就是致命的原因吗？那也未必，有些案例死者生前给人打死，可是检验的时候却看不出一点伤痕，就像现在一样。嗯，那么有没有其他的方法直接可以找到致命的原因呢？有，剖腹验尸。剖腹验尸啊，动手吧。何捕头有令，闲杂人等不得内进。呸！我是闲杂人吗？滚开！住手！姓何的，你想干什么？长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到我在验尸，继续吧。住手！你敢妄动铁公子的遗体？哼！调查期间，凡死因不明者都要剖腹验尸，这可是常事儿。哼！什么死因不明？铁公子的死因最明显不过，任何人都看得出，他是被人推向茶几，额角被撞破裂，流血重伤而死。那是表面的原因。这个死因内幕谁也不知道，所以要剖腹验尸才能查出究竟。还查什么？铁公子被人杀害，凶手就是胡椒，你不去抓凶手，反而在这儿白费功夫。凶手我要抓，尸体我也要验。哼，铁公子惨遭杀害，是地方治安不敬，你还不让他留个全尸，只怕是连你们大老爷也无法向铁将军交代。大明律例有规定，凡死因不明者，尸体定要流放在衙门3天，继续检验，搜集证据。我可以答应你不解剖尸体，但是尸体一定要放在衙门继续检查。好吧，就依你的什么律例，3天之后，不管你有没有查清楚，铁公子的遗体我一定要完整的运回京师。哼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夫人会不会在那儿啊？夫人，哎呀，夫人呐，哎呦，我死定了，死定了，死定了！老爷，发生什么事了，让你如此烦恼？夫人，坐下来再说，坐下来再说。哎呀，夫人，你都知道了，我用钱买个官来做，我想过过官瘾的嘛。谁想到我上任第一天，竟然给我碰到铁将军的儿子铁维玉被杀的命案呢？哦，你知道吗？听说这个铁将军为人处事那是心狠手辣呀。还有啊，他的手下有个雷暴，更加不是好人。哎呀，我死定了，死定了！啊，老爷，嗯，稍安勿躁。你要知道，官有官样，官有官威。你让人家觉得你威严庄重，不是你怕人家，是人家怕你才对呀。哎，我就是怕没办法办妥这个案子嘛，夫人。办法倒不是没有。夫人，你有办法，快点讲，快点讲啊。所谓先安内，再攘外。老爷，你新官上任，要面对的不仅是雷暴一个人。嗯，夫人，你的意思是何捕头何守义啊？嗯。哦，何捕头当差多年，对这里的人和事比你了解。只要你给他面子，谦虚向他请教，我想他一定能帮你大忙的。还有县衙内外的官差、差员，只要老爷和他们沟通，让他们齐心协力，
就算是遇上雷暴，也不用怕。哎呀，夫人，就算是何捕头给我面子，那雷暴并非衙门中人，他怎么会买我的账呢？哎呦，我死定了，死定了！何捕头他们办案辛劳，多加点粮饷给他们，倒也容易收买人心。只是这个雷暴，有点难对付。哎呀，夫人，连你也这么说呀？那我就死得更惨了，死得更快了。您不必慌张。其实，吃人口软，拿人手短。我想，雷暴是个聪明人，他也情愿多一个朋友，少一个敌人呢。真的？嗯。不如这样，待会儿啊，您见到他，不妨盛意款待他，先留下好感，以后的话就好说了。夫人，你都知道了。我做买卖小生意的出身的，叫我招呼那些商家老板还可以，要我招待官场中人，我真的不行啊！死定了，我死定了，死定了！老爷，如果您应付不了，到时候我会提醒您的。嗯，你怎么提醒我呀？嗯，在宴席上啊，如果我拉你袖子一下，你就给他敬酒；如果我拉你两下，你就给他送上见面礼。嗯，就算雷暴当时不接受。看你对他招待周全，我想他也会退让一步，不会让你为难的。哎呀，夫人，你真的是很厉害呀！哎呀，我古老师如果没有你的话，真是没有人生乐趣了。老爷，别说傻话了，我帮你是应该的。老爷啊，老爷，何捕头有急事求见。啊啊，等，我的老爷，就照我说的去做，我去准备酒菜，迎接雷暴来的。好，我全靠你了，全靠你了，我去了，去了。何捕头，属下见过大人，不必多礼，坐坐坐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何捕头啊，案情进展如何呀？哦，我已经检查过尸体，初步的掌握了一些线索。我命令手下全力的去寻找与案有关的两个人。夫人吩咐我了，给他一点面子，谦虚的向他请教，这样才行。哎，大人，您说什么呢？啊，没有。哎呀，何捕头，本官呢，初到贵境，人生路不熟，你在这里是地头虫，希望你多多帮忙啊。哎呀，您放心，这个识君之路，担君之忧，对不对？我何守义一定会尽心尽职的。哎呀，好了，有你这番话呢，本官就放心了。这个不过，不过什么？大人，这个虽然小的没有办过什么惊天动地的案子，但也是尽心尽职啊，令这一个小地方是平平安安呐。可是这几年来，这日子是不太好过呀。哎呀，我明白，我明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答应你，以后把你的粮饷大幅上调了。谢大人，大人谢过大人了。哎，不过又不过什么？是啊，大人，独木难支啊，衙门里这上上下下那么多人，就我一个人开心了，其他人他就不开心了。哇，衙门里上上下下那么多的人，每个月岂不是花我不少银子吗？要是大人有困难的话，那在下就……不，没有，何捕头，不要这样，我答应你，人人有份。总之，你有什么需要，我完全满足你的要求。哎呀，多谢大人，不谢。不过，哎呀，你又不过什么呀？你有什么要求，不如一次给我说出来，不要不过的，好不好啊？不是啊，其实以前的县老爷呀，都是在我们办完案子之后，发点赏金呢。哇，你这不等于敲诈吗？哎呀，大人，您先考虑一下，我先告辞了啊。哎，何捕头，不用这样啊！只要你办妥此案，你和所有官差捕快个个重重有赏。哎呀，大人，属下真是感激不尽呐！哎呀，你不要再那么多要求了，是我感激不尽才对。你放心，大人，我们衙门上上下下会全力支持大人。我们上刀山下火海，钻油锅火里来水里去。我们哎呀，大人，雷参将正在大厅大发雷霆，说是要见你。哎呀，他吃饱饭没事干，那么急来找我干嘛呀？何捕头啊，你认为我
该怎么做呀？哎呀，大人，雷炮此人属下早已领教过，只不过小的官位太小，见面的事还是您亲自去吧。哇，你这么没有义气啊！刚才还说为我上刀山下油锅，火里来水里去都可以的。哎，大人呐，小的已经是上刀山下火海，忙着去办案子，这见面的事儿还是大人您亲自去了吧。喂，你真的这么没义气啊？现在我勉强过了第一关，马上就要过第二关呢。哎呀，雷参将啊，你好啊！大人你好，我看你是真的要好好管教管教你的部下。你是说何捕头啊？其实要我说，其实是有人治下无方，任由一些属下不分尊卑、作威作福、滥用权力包庇犯人。不能这么说呀，老爷。夫人，你来的正好啊，我对付不了他。我已照您吩咐，准备了酒菜，为雷参将洗尘。雷参将啊，我来介绍，这是贱内。准夫人的气派，我早已领教。哦，原来你们见过呀。雷参将，如不嫌弃，请上座吧。夫人曾在尚书府走动，高来高去，末将不敢高攀。雷参将为国为民，是做大事的英雄，哪像小女子终日游手好闲，总记挂着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。雷参将，您请上座吧。那就不客气了。哎，雷参将，请坐呀。夫人请坐。雷参将啊，此乃30年陈年佳酿，来，请品尝。果然好酒。好。哎，小小意思，是下官送给雷参将的一点见面礼。谁掉在地上的银票啊？莫非是雷三将你掉的？是我刚掉的。雷三将要把银票放好啊，免得再掉了啊。雷三将，出门在外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我家老爷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厢房，您就搬过来住吧。在这里有人为您打点一切，吃喝也不成问题了。对呀，那古大人的盛情，我雷豹只好接受了。太好了，喝酒，太好了。古大人，你也该明白，这二公子的死不能不了了之，总得要有人承担吧。那当然。依下官愚见呢，如果你不承担，我不承担，大的不承担呢，那自然是小的来承担了啊。听起来也挺有道理。多喝几杯。来呀。雷参将，不许进城。雷参将，你们到哪儿去了？回禀雷参将，我们发现了犯人胡椒的下落，而且我们还把他给抓住了。你现在人呢？他后来被一名通缉犯狄三郎救走了。是啊，狄三郎还把我们给打晕了，带胡椒跑了。什么？请雷参将恕罪。杀害铁公子的凶手本已当场逮捕，是你们防范不周，公然让凶手逃脱，该当何罪？都是你不好，是你好大喜功，说雷参将翻遍全城也没找到胡椒，却被你给轻易的抓住了。喂，是你说瞒着雷参将将胡椒押回京师，交给铁将军直接邀功的吗？是你说让雷参将背黑锅才对呀！你们竟敢背叛我！雷参将，饶了我！饶命！雷参将，不关我的事啊，是他，都是他主谋的，是他，他是主谋才对呀！是你，闭嘴！我有办法，找出你们谁是主谋。
雷参将的办法一定是好办法。雷参将英明神武，一定能够找出真正的主谋，不会冤枉好人的哈。你们两个，谁是谋？你就是主谋。雷参将英明啊，武大人。哎呀，英明啊，英明！武大人，这个主谋就交给你了。好，来人呐！在，押他下去，听候发落。是。我冤枉啊，雷参将，我冤枉。你，小人在。第三郎将胡椒救走，他们就是同谋。你赶紧带人去搜捕，戴罪立功。是。啊，哇，雷参将，你真是断案如神呐！而且手法之新颖，下官真是佩服佩服啊。